你看看这三个字，沈清梦。嗯，他是谁？明珠告诉我，你母亲叫沈清梦。他在哪儿？他就是江辉的母亲。啊，不管他是谁，我去看看。你有没有见过他？没有，可是我有他的相片。这是20年前的照片。像一定是他。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去看他。我的母亲20多年了。不，你静一静，他现在在医院里陪着江辉，那边也不是谈话的地方。再说你去看他，他突然知道你是他的儿子，我怕他会太激动，精神上负担不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来替你安排，让你们两个先单独见面，你在家等我的电话。也好。伯母，你醒着呢，有人来看你。这是我学生梁明珠。梁小姐，伯母，这是明珠送给你的花。谢谢。请坐啊。陈小姐常常提起你，今天我们见面了。昨天我才知道，原来你们是朋友。他二哥问候你，说过一天来看你。啊，他二哥。替我谢谢。伯母，你应该回去休息了，昨天一宿你也没有睡。我不累，我已经睡过一会儿了。妈，你还是回去休息吧，我不要紧。我送你回去好了。要是累坏了身体，将会更不安心了。让明珠陪他谈谈好了。好吧，那谢谢梁小姐了。回头我来接你啊。好。听芬姐说你伤得不轻。大概要住好几天，好在内部没有重伤。谢谢你来看我。还有昨天的事，我觉得很抱歉，没有告诉你我们就走了。是不是感到没有兴趣？不，因为我们碰见了大哥，他蛮不讲理。哦，怎么？可以说他把我们赶出去了。这个人太可恨了，老欺负人。二哥也受够了他的气，从来不跟他讲话，总是忍着不出声。我担心总有一天二哥会跟他打起来的。哦，不至于这么严重吧，兄弟之间有什么不好说的？反正事情多得很，二哥是最痛苦的。喂，婉芬吗？是的，明华。哎，我是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你找谁？我找。找谁呀？我能进来吗？我认识江辉。哦，你是江辉的朋友啊，请进来，请进来。坐，他在医院里呢。我知道。请坐。你以前没有来过吗？没有。你贵姓啊？我姓梁。你姓梁？我叫梁明华。是。
给爸爸。梁景坤，好儿子，好儿子。妈，我们见面了，我们见面了。25年，25年了，我以为这一辈子见不着你了。我要谢谢陈小姐。是啊，要不是她告诉我，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。啊，真像是一场梦。灵花，我对不起你。妈，不要这样说。25年前，我跟你父亲在一起，那个时候他已经结了婚，有了孩子。虽然他们夫妻感情并不好，你父亲为了要报答梁家，始终没有勇气跟我走。我生了你以后，心里很矛盾。我爱你，我恨你父亲，同时又考虑到我没有一个亲人，东奔西跑，我照顾不了你，我也不忍心看你生下来就跟我受苦。那个时候，我决定离开这儿到南阳去唱歌，就把你交给你父亲。我现在想想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妈，不要再想以前的事情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不到那边去了。哦，你要忍耐一下。我叫爸爸来看你，是他对不起你。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我明天去看他。你还记得？记得。你南阳回来以后只见过一次。一次就够了，多见又有什么用呢？我知道你心里还恨我。不，你误会了，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。再说我们离开以后，我也结了婚，要不是江慧的父亲在南阳死掉，我也不会再回到香港来。秋梦，我知道你环境不大好，昨天你儿子又进了医院，你能不能允许我帮个忙？一切医药费用由我负担。不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他又不是你的儿子。他虽然不是我的儿子，可是他是明华的朋友，就算帮个晚辈的忙也是应该的。不，这么多年我也过下来了，这点钱我还有办法。秋梦，没想到你还给过去一样的倔强。你今天来看我就是为了这个吗？我觉得我对不起你。不谈这个了。我欠你的很多。不，你什么也没有欠我。我知道你对明华很好，心里已经很感激了。那我走了。
怎么样？他不接受我的帮助，我看这样吧，你把医药费付了，就说你的钱。嗯，那么我想跟他住在一起的事情有没有谈过？慢一步再说吧。看见你的人影，惊着哪里再去找寻，是否是我的梦境，我的心儿不安宁，怎么我也不会忘记你那弹琴的声音，情深充满了感情，如今冷冷清清，一夜春雨下个不停，军中已经雨过天晴，抬头看望白云航行，只求你的音你常常对他动手动脚，简直下流。我再告诉你，以后我不许你在家里弹给他，我讨厌。二哥，哼，你听着，要是再看见你对明珠那么下流，我就打你。哼，不知道是谁下流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下流，不不不，二哥，文杰，哼，你这个野猪，跟你算账，走。哼，我怕你啊。Hey!
说把大少爷打伤了，啊，找李医生。嗯，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你要走？暂时不走。等爸爸妈妈回来。你说呀，为什么把明杰打成那个样子？你跟他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会下得了这样的手？从小把你留在这儿养你长大，待你不薄，没有想到你竟是个忘恩负义的畜生。景坤，你是怎么教管他的？景坤，你总得说句话呀，他是你的儿子。明华当然不对，可是你要知道，老大常常对他过不去，太伤他自尊了。什么？他的自尊？哼，为了维持他的自尊就可以动手打人吗？那么说明杰是应该给他打的，他打得对。哎，你何必这么说呢？他们都是我的儿子，我绝不袒护谁，谁好谁坏，谁错谁对，我心里明白。这二十几年他在这儿长大，你很对得起他。现在他们弟兄不和，要是再住在一起，难免又会闹什么事情，不如让他走吧。我并没有赶他走啊，这是我的意思。我还要告诉你，像老大这样不求上进，整天在外边荒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哼，反正你对他始终是不满意的，好在他还没有丢你的脸。不要再说下去，明华的事就这么决定。二哥，妈，
我走了。二哥，二哥，明珠，明珠，二哥，爸爸，我走了。一定发生这种事情，我真担心呢。啊，明华，妈，江辉，哎，啊，你，我离开他们，不再回去了。那你爸爸？他也答应了。二十多年来，一直当我是一个多余的人，根本没有兄弟之情，当面欺负我，背后侮辱我，我受够了他的欺负，今天我忍无可忍把他打了，没有想到打我的也就是他，这个家伙实在可恨，今天让他知道谁都不是好欺负的。二哥，今天我的心里好痛快，刚才程小姐告诉了我你的事，我恨不得赶来帮你打呢。胡说，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。妈，我暂时住在这儿好吗？什么暂时不暂时，你一直住下去好了。对，二哥跟我住一个房。我住不了多久，等护照出来以后我就要走的。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明珠。明珠，明珠，明珠，芬姐，明珠，你在想什么？想二哥是不是？嗯，二哥走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妈知道我跟二哥好，她很生气。平常她很少理我，昨天说了我一顿。事情过去了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很想见见二哥，二哥也惦着你。明珠，陈小姐。你辛苦了，这些日子你又教书又陪他消磨时间，我很感激。芬姐对我真好。我知道，现在他二哥走了，他会感到更寂寞。这孩子本来就不爱说话，受了委屈都藏在心里头，因为脚的关系，自卑感很重。自从陈小姐来了以后，给他很多的帮助，心境也开朗起来了。虽然我不大在家，但是我都明白，以后还请陈小姐多多照顾她。我一定尽我的力量。哦，还有件事情麻烦陈小姐代我约约明华，我有些事情找她。二哥。爸爸，明珠，来多久了？没多久。咖啡。你的护照我托人去问过，明天可以办好，你自己去取。好啊，你预备什么时候走？下个礼拜一。那我给你去订飞机票，这个你拿着。爸爸，不用了，这些年您给我的钱我还留着点。那怎么够呢？在外国不比这儿，万一发生事情没有钱是解决不了。拿着啊。谢谢爸爸。你该准备了，需要的东西早点去买吧，我还有事情。明珠，你，我跟二哥再谈一会儿。哦，你什么时候想回家打电话到公司来，我派车来接你啊。嗯。妈，您看谁来了。好、哦、梁小姐，保姆，坐。明珠，江辉，你好，复原了吧？好了，没有事了，二哥已经替我报了仇了。坐，来。妈，你以后叫他的名字好了。那怎么可以呢？怎么不可以呢？你是长辈，他是小辈，当然叫他名字了，对不对，明珠？对。
再说她是你二哥的妈，以后你也别叫伯母，跟二哥一样叫妈，不是更好吗？不不，那怎么敢当啊？要是有你这样的母亲，我不知道多高兴。我真希望你是我的妈妈，那么叫啊，妈。在这儿吃晚饭，想吃什么我们去叫点回来。妈，您别忙啊，今天我太高兴了，大家好好的吃一顿。对，越丰富越好。你就知道吃，站了半天也不跟妹妹去倒杯茶来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听婉芬说你很聪明，功课好，进步得又快。那是芬姐教的好。对，这都是婉芬的功劳，她在书本上教导的，在心理上、健康上也帮助了他进步。我非常感谢你。你夸奖了。哦，对了，妈，我决定下星期一走了。妈，我和您在一起虽然没有多少日子，我感到很满足，很温暖。四年以后我就会回来的。江辉到外国去念书的事，我一定替他想办法。谢谢二哥，我会常常写信回来。婉芬，我希望我们常常通信。我离开以后，最担忧的还是明珠。这些日子，你的脚进步得很快，希望有一天不要再用拐杖，我就安心了。说真的，明珠，你要记住，自己的事情还得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，要有勇气，要有信心，才能克服困难。事情还得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，要有勇气，要有信心，才能克服困难。
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在外面散步。怎么，你摔跤了？没有啊。你看你脸上都是汗，身上又是泥，衣服都破了。我在草地上躺过。你二哥明天要见你，他决定下礼拜一走了。哦，我也正想找他。芬姐，你约他明天在松山见面。郊外？嗯，我一个人先在那边等，你跟江辉也来。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让他知道。